头的声音啦。没有，他五四三二一就是进现场，以他说的算。当然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、啊。太棒了，今天的非常的活力。等一下我们要来做这个空中瑜伽。空中瑜伽你有玩过吗？我玩过一次，厉害哦。然后后来那个教室就倒了。Okay. 我怕都不敢跟他们讲，我怕带来一些不好的兆头。真的假的啦？我们今天特别打扮成香蕉哥哥的样子来到现场。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看到这样子的造型呢，会想到小 S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徐老师好像就是你这个颜色的。徐老师应该再红一点点。哦，再红一点，再红一点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还有节奏。老师，你不要想控制我们了。我是不会随便乱动的，因为我今天有很多话要讲。对，没错，你都已经讲到重点了。干爹有交代要我们说一些话。好，今天来跟大家讲，在虾皮买笔电是最便宜的。只要在虾皮购物的 Acer 品牌旗舰店里面买到那个可以升规格的笔电，然后可以有零元加装 Acer 认证的记忆体还有硬碟，而且笔电的本体还有它加装的零件组可以享有 Acer 的原厂两年保护。而且呢 ，Acer 专为虾皮购物的民众推出了 Acer 原厂客制升级的服务。今晚也就是这台，我要一台 Switch 三。这台以主力轻薄机种 Swift 3推出了 SF3154 56G 501T， 原本256G SSD 硬碟，直接再加装原厂认证 1TB 的传统硬碟，一站式就可以直接完成，独享价是2290元。而且现在虾皮的观众有独家的折扣码，你只要现在关，你只要输入这个帮你上在这边，现在关注 Acer 官方旗舰店满25000可以折1600，而且 Acer 这个旗舰也就是7月15号到8月30号可以再加码哦。只要购买 Acer 搭载 Intel Core I 的指定机种，就可以上网登录天天抽 Line Point， 最高可以抽到3000点。所以呢，今天大家要准时锁定节目，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内呢，我们的画面会出现不同的关键字，你只要把它凑成一句话，最后节目结束之后呢，到虾小编的店的动态贴文墙回答问题，就可以有机会抽到一台笔电哦。是的，让我来告诉大家这台笔电有多厉害，多厉害！好的。铝和铝镁合金的这个机身呢，打造它只有1.19公斤，1.19，非常的轻盈哦，也就是1/1000的关韶文，没错，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的。这个14寸的萤幕呢，有16:9的 FHD IPS。显示器，它就可以带你到更宽广的世界，非常宽广啊、嗯！不管你要追剧啊，或者你要办公啊，都可以。但办公最重要的是它的电池，是它的电池呢，有12小时的一个非常长的时间，就不用去咖啡厅跟别人抢充电座了。是的，太棒啦！绝对是一个非常好入手，而且呢，物超所值 ，CP 值非常强的一台笔电。是，所以呢，今天大家只要准时锁定节目，都还有机会把这台抽回家。太棒啦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，这个麻烦你了啊，干爹。Acer， 谢谢 Acer， 谢谢干爹。好，也欢迎大家在虾皮上面购买 Acer 笔电。今天呢，有两位大来宾呢要来宣传，超级不受控的，不受控，而且呢，我们还要把它吊高高的。听说这是他的个人心愿，心愿，而且也是他的专长。是，他平常有在玩，有。你真的觉得他厉害吗？我觉得他因为本身偏矮，所以做起来比较容易偏矮。他很容易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成就感。哇，而且还是沙姆雷特把我们的聊聊大明星挤掉。对，好可怕哦。我们直接来欢迎沙姆雷特的吴映洁还有宋伟恩。耶、今晚我也想要来一台。啊，没有。怎么啊？对不起。你们两个是一起合作吗？对，我是他妈。啊，你也儿子啊？哦妈。你也妈妈。对，他是演我妈，我是他儿子，所以伟恩是王子。我也是后来排练才知道我是他妈，我一直有跟他演的是一对。你刚刚已经出现那种大娘的感觉了。对、我也是。你有入戏耶？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听说你不是搞笑角色。我完全没有搞笑。哇塞，完全没有用到。我一开始以为我去我要搞笑，又掉了一遍，又掉了一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。所以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皇后，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悲情的角色，然后因为在。我们是戏中戏，但是我们是一个比较不那么专业的剧团。从一开始呢，就已经在排练这个《沙姆雷特》这部戏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故事慢慢的展开来，是的，剧中剧。哎呦，太棒了！但里面每个人都是有戏中戏的角色，所以一个人都正常会有两个以上的角色。这超难演呢、今天他一来看到我说：“鬼哥，你把皮夹出来。”
我说干嘛？你今天带多少钱？我说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拿出来嘛。我就拿出来。他说好，哇，好多钱哦。他就把全部抽走。他说好，这两张票是你的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已经想好了说，今天我带多少钱就是要买他这两张票。对，他带了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4900。对，没有错。哇，你把你那两张是2800的吗？我买2000的。哦，那你赚哦，那你赚。对，那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呢，他后来呢也没拿全部，还留了这个是一些钱给我。900。然后呢，我这1900。我第一次有一种就是被强暴了还要感谢他的感觉。哇，好棒哦！算了啦，就是身为哥哥来捧场一下也是 OK 啦。对，所以舞台剧什么时候开始演呢？舞台剧8月21、22、23在国家剧院首演，然后一路我们会去桃园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，所以下半年我们都会有机会跟全台湾的朋友们见面。是，然后如果想要购票的话，可以到两厅院售票系统或上亮堂文创粉丝专页都有优惠。对，然后。听说现在票卖得不错，哎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再继续追加，就是还是要请中南部的朋友们多多支持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现在中南部的票还没有冲起来，对，如果大家时间确定的话，赶快来直接先买票。它是李国修纪念的作品，是的，代表王岳老师会到现场看你们拍。他已经来看过我们了，压力很大吧？他还有亲自磨我们的戏，非常的感谢。王岳老师到现场压力就会大。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前辈觉得我们后辈呢，后生晚辈呢软软的。我们没有软软的，我们很，我们很，我们不可以水掉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把我们的专业态度拿出来。是的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你们两个第一次演舞台剧哦。对，我大学毕业之后是。但我人生是第一次，哇，大挑战了，对他。大家尽量不要买第一场，为什么？后面你看的也是第一场，所以就是啊，我觉得他如果要出错的话，绝对不会是第一场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后面顺了嘛，溜了嘛，对不对？后面几场突然间崩。一个开窍了，对，翘起来了。一开窍之后，在台上会不小心的有忘记原本要干嘛。大家多买几场啊，对不对？总会看到好看的那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每一场都一样好看。不是这样啦，每一场都好看啊。那个主持人真的很奇怪哎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我没有不相信你啊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今天我们就算有个挑战了，已经全说完了哈。可以再多说久一点。我可以再说久一点。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嘛。好，反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对啊，沙姆雷特，沙姆雷特。对。好，那我帮你收一下这个板子。好，今天只要我们获胜的那一队呢，可以获得虾皮的777购物金。哎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自己可以抽那台笔电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就可以持续留言。只要进到虾皮，虾小编的店留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要请工作人帮你啊。从现在要开始，我先要，我先去抽笔电了，拜拜。因为你在台上。我今天上次的购物金还没给我。上次你有付银吗？好了，这个你从来就一直讲了，你不要讲了。他们就是没给我啊。说完就讲了。不行不行，就是要当面留下画面。好，而且鬼鬼的新单曲已经发行了。对，而且我的新单曲已经发行了。他已经会跳了，来5678，你问我认我冲我。来边啊！要跳那么长啊？认我冲我，你会笑变宇宙。他真的会跳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排练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跳这个歌热身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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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我们节目总共才播3个月，你就来2次。我的新单曲《Go》已经发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去到那个各大音乐平台帮我支持一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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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问我认我，欢迎今天的瑜伽老师露丝老师。耶！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在中间。一般人完全没。
没经验的有办法。对啊，我们有一连串的游戏要在这个上空中进行。对，那可不可以先教我们一些就是基本的不会让我们受伤的一些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暖身之类的。对，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要保持冷静，冷静冷静，因为你会双脚悬空。对，所以当你就是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，老师说左右你不分的时候，先看一下老师或旁边的同学。Okay, 好，冷静了，我们冷静了。对，好，其他的话就是按照我的步骤做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定位置吗？还是要做什么？好像有一些东西耶。对，我要先。对，我们是要先绑上我们的沙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这很重哎。先暖身，先暖身，先暖身吧。好像我有一段。先暖身啊，先不要拿那个吗？哎，这个好壮哦！老师要先表演，对不对？据说我要先示范一下其他的。老师要先示范一些厉害的，让我们相信他真的是老师，不是灵眼。哦，对对，可能我是灵眼。老师，那你会跳够吗？没事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我儿子这么认真帮我打歌，谢谢。美美姐在剧场里面这么照顾我。好，老师是奶奶的跳，老师在这边好。我们先看一下老师的表演，看一下真正厉害的空中瑜伽动作。好哦，够了，到够了。哇哦！没有，我看看这个字。哇，好优美！哇哇，好优美哦！还有雾。哇！在空中都一定要先找到一个支点，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挂住，跟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转移。好厉害哦！很难哎！哇！这个难，这个难，这我可以。这个难，哇！好漂亮哦！好美哦！可以让女性的身体在空中做出非常优美的动作，男性也可以，男性蛮难的，对，男性也可以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没有那么僵，我们没有那么柔软，对，我们太僵硬了。其实空中瑜伽是蛮吃肌耐力的，所以有些动作女生做起来很吃力，但是男生做起来反而会有一种、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蛮强壮的感觉。我想试试看。来来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但我们要先暖身啊，不然我受伤。好像要带一个暖身。可是我们制作人就真的很变态，我们每一个人手上要绑四个沙袋，然后获得粉丝投票，然后每一个人只要超过20颗爱心就可以拆掉一个沙袋，所以要获得80颗爱心可以全拆掉。各位乡亲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沙袋有多重，你知道吗？这太重了吧！老师也要绑，对不对？老师不用，老师不用绑，手也要绑吗？可是我有问题耶，哎，等一下，绑两个，那我们要把袜子脱掉。对，空中瑜伽会建议先把袜子脱掉，因为对，先加上这个摩擦力会比较大一点。关键字哦，所以如果你是想抽鼻垫的人，最好好好看画面上的关键字。会卖我们的袜子吗？好，你要卖吗？大家说往后一点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大家赶快先把它穿起来。好的，那袜子可以丢旁边哦。还是你要送给粉丝？胡闹。有人要的话，鬼哥，你的脚趾甲还有修好专业哦。不然我要剪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他的还修方形的为什么要修方形的？他专业好了，他是艺术家真的，手不用了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一个有两个？两个脚啊，手不用。你有两只脚啊，可是我还有一个啊。对，双手也要。脚，是吗？多一套，为什么我只有两个？为什么我只有两个啊？哦，在后面。这边这边，所以两个也要吗？手也要。手也要啊。怎么这么难呢？手要绑哪里啊？手腕上面。我袜子整个都脱了。大家赶快按爱心，他们才可以解放。对啊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难，是因为我本身不需要这个沙袋，我就已经比他们重那么多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绑自体重量。其实加上这个重量，其实还可以。对对，现在这样子没什么感觉，但等一下要做一些用力的事情的时候，应该还蛮不爽。会。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太用力的事情。好。好。那。好，是这个。那我最你完了，我觉得我是一种掉坠感的感觉。可以吗？好，来暖身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鬼鬼来中间。
为什么你有这个砖头？我怕我太矮会上不去。不会啦，不会。一个台阶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我一个台阶。OK 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先在挂布的后方。啊，站到布的后方。对对对。可以先喝一口水吗？好喘。可以。都还没开始。这有多累？你们这些学员很啰嗦。对啊，你们真的好啰嗦。还没开始。你有想过我们主持人的感受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俗了。哎，他说我们主持人。对啊。好了，那先我们把双脚站好，踩稳在地板上，把你的右脚抬起来，放到我们的挂布里面。啊？对，来，双手抓一束，然后你的脚踝放上来，对，放到脚踝上面，减轻你一半的重量，可以吗？把你的身体放在你的身体中心，放在你的左脚，先踩好。哦。OK， 把你的右脚往后退一点点，髋关节往后。对，好，准备好了，你的手可以轻轻放开来。双手放在你的腰间，保持稳定。好，我们先把步左右摆一摆。哎，这个放在家里面可以，其实是可以配合拉筋，还蛮舒服。对。OK。不会，它就可以耐重，耐很重。对，大概两三百公斤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把步往右边推。好，往左回来。再次吸气往右，吐气回。好，最后一次吸气往右，停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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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好，现在停留啦，试着把你的右边屁股往下坐一点点，保持呼吸，三，大腿用力，把步再推开一点，二，加油，加油，一，好，吐气，慢慢的回来。他的步好像太低了，对，是有一点低。请问一下老师，但是还是可以。高比较高的人是不是比较吃亏？他的步应该要往上拉一点。其实每一个动作会设计，所以如果今天的动作设计起来，他不需要挂高的话，也可以不用挂高。有人说，如果是有倒挂的话，伟哥筋很硬。哪会啊？我筋哪有很硬？他刚刚蛮软，脚底会不会很脏？对啊，什么筋啊？我硬的不是筋，嗯，袜子黑色的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挂布推到脚踝哈。来，大家帮我解锁我的这个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你把身体的重量放在后方一下下，后方一点，手放开，对对，身体的重量不是脚，你要往后退，往后退。你看，你把胸挺起来，对，好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这样子，对，哦有，可是屁股好酸哦，对对，拉，他就是要让你屁股酸啊，是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吸气，把你的双手抓回来，左脚颠高，太吵，可以加屁股，颠高，颠高，颠高。我也可以啊！哎，那我嘞？都是一个，我都拿到两个。碎啦！好快哦！谁太快了？我也两个啦！两个，我要第三个。我要第三个。快点给我心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！哇，给我！哎，其实我也蛮吵的。他可以拿下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在舒压，因为我们在舞台剧真的压力蛮大的。继续，可是我要承认是我在排练场里面我超安静，他超安静，可是你讲话很大声。我都不讲话，我都不讲话，因为我觉得排练场里面有一种宗教的那个。我嘞？继续投票，寺庙的感觉。因为为什么 man 听我讲话？你看看，不用暖身就拿光光了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老师，要继续来吗？老师，对不起。对啊，我们脚都快坏死了，快点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双手抓高，抓高，左脚踮脚尖，踮到最高，踮到最高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快点帮我弄一下。好，手轻轻抓紧，然后我们身体屁股一直往下坐的感觉，左脚弯曲，弯曲，弯曲，让你的右边肩膀再往后推一点点，肩胛夹起来，左脚可以轻轻提高。没办法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屁股再往下坐一点，翘屁股，翘屁股。对，好，来，三，不好意思，肩胛在内夹，肩胛拿起来。有，来，好，吸气哦，肚子要用力哦，加油。退出，加油，好，来，左脚放进来，好，来，屁股再一次往下坐。肩胛再次夹起来，让你的肩膀远离耳朵。哎，怎么都没有上去呢？有人。老师，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二，
把屁股往下坐好，一来没关系，直接换脚，右脚往下踩地板，好，直接换脚，好。OK， 还可以吗？手很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可以猜了吧？我不管你们了啦。好。哎、欸，然后这样子的、啊。主持人也可以猜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游戏到底在玩屁？只要被猜到的人都可以猜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都猜都猜都猜。哈哈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把你的脚放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怎么卡在嘎逼上？什么？卡在嘎逼上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先把步再一次往左右推推哦。左右推推、哦。吸气往左，吐气回来。再一次斜起往左，双手放在腰上，吐气回来。我的脚啊！好，最后一次斜起往左推到最左边。我觉得左脚比较轻松哎，为什么？你在左边比较开。我还想的是什么？宽左边比较开。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吸气，把你的步往左边推到最远的地方。现在这边保持，让你的大腿内侧开始用力控制你的步慢。嗯，来把你的左边屁股再往下坐一点点，转动一下你的髋。对对对对对，有，很好。哎，要下来啊！不要上去。哎，那个下皮的观众记得要去各大平台听我的新歌哦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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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慢慢的吐气回到中间，知道吗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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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再一次双手抓高。好，刚刚你那个动作没有解锁，我帮你解锁一下哈。首先你手会抓稳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肩膀往后推，肚子开始用力，屁股往下坐，手抓紧。屁股往下，屁股往下，右脚越来越轻，右脚越来越轻，好，往上提起来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慢慢跨回来。加油是什么？加油啦！就是够的意思啦。OK OK， 好。加油。够够够！好，再把你的左脚放下来。厉害，加油啊！好 ，OK。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把脚轻轻的离开挂布。哦，这个是暖身啊。其实只做了前一哎、欸，这是暖身哎、欸，还没做完，来不及了。这只是暖身的，哥嫂。对呀，好像做了两个小时。为什么？你第四条怎么拉得那么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你这条太低了吧？你要往上扣一点，是吗？你没关系，其实这个好像是皇帝赏你的什么白绫？龙袍，龙袍。皇帝赏你的白绫。那是我的蚊帐好吗？好，我们要进行到比较难的部分了吗？对，要正式进入四个动作。快快来吧！那我们要抽牌嘛，对不对？谁刚刚谁票数最高可以先选。哦，谁票最高？我们就直接选。仙女边挑战动作，专门卡牌边。稍微介绍一下这四个动作。好，蝴蝶，蝴蝶。对，我们有四个动作。好。哎，大家都在留 Acer 是抽奖的意思吗？你们可以留够啊。姐，你有登进去吗 ？OK， 你帮我留 A 者。哎、欸、小姐，接下来我是要介绍这个蝴蝶怎么样？对，真的真美丽。这个动作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就是有一点类似劈腿的动作。好，蝴蝶。对。哦，贵妃醉酒好难哦。这个动作刚做那个对不对？嗯，动作的话就会比较重，你的侧腹肌你要用，肚子要用力。好，下一个空中小天鹅。哇，这个最适合敏姐，这个有点后弯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个很难哎，空中小天鹅应该前面手要这样子啊。哎，关少文就不会是空中小天鹅，空中小飞猪。你们真的是好朋友，我不讲话，我不讲话。下一个，让你飞起来。下一个。嫦娥奔月，啊，这个我应该。嫦娥奔月这个其实超级难哦，因为它感觉要很靠这个腰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我先不解锁，你们可以等一下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已经没空帮你，要不要解锁？是要抽签还是？等一下。那我们可以先选哦。不，我觉得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们抽签打散，对。全部打散，来啊！刚刚大家应该没有心机那么重记颜色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正面哪有颜色啊？他正面看不到。我要有颜色啊！他正面是看不到。来，大家一起选，黄色。对。
白账。好，那就这样。OK。你怎么？茶百叶。哎、欸、哎，快找我了啦！贵妃醉酒啦！我是小天鹅，看你的合理一点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是不是脚可以下去？可以可以。啊、哦，我要这个。OK， 比较美。你还是没跟脚换啊？你不是想跟我换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脚，他这样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脚。算了，我跟你换。但如果脚要下去，鬼哥，干嘛？他如果脚要下去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哦，是哦。Okay、因为我刚好正想拉拉筋。好，那我跟你换。你这个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做得到。我也可以都做啊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不是我们有游戏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四个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会看表演给你看。还是这个牌子就不要，我们就都做这样子。我们有游戏，我们要每一个都有我们的脚本，对，好不好？有脚本。好，我们也可以都跟老师做一次啊，都跟老师做一次。对，那 OK。我没有看到脚本呢、欸。好，老师做，然后我们跟着你做这样。啊，全部一起吗？是是是，全部都一起，我们不需要这样怎么抽签的，来。Okay. 全部都你不要那些摧毁人家的游戏好不好啦、啊？没有什么游不游戏。他刚刚那五分钟在干嘛？抽半天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做空中瑜伽。好，我们想说这一堂课真的很不便宜，为什么来了不做呢？对，这堂课真的很贵。那要做哪个？全部都做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！起来粗粗的地方哈，然后我们先左右挥舞把它打开来，好，最边边，对对对，左右挥舞打开来，对对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再娇羞一点，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左右挥舞打开它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手轻轻放开来，老师你会觉得我们很吵吗？不会，不会。然后呢？好，然后我们步顺一顺哈，就放开来就好了。嗯，双手抓着后方两侧，把它往下滑，把你的左脚先踩进来，然后顺一下步，让你的脚趾指尖有步，对，直接踩进来，脚趾指尖的步可以盖住你的脚板而已。哦，盖住就好。脚底呢？对，脚底也要踩好。对，再多一点。不要太，踩盖住一点点就好。对，踩到这里，对，盖住你的脚板就好，踩到这里来。对，老师教太多吗？可以，好，可以，你就现在做的是嫦娥奔月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用站姿让你们进蝴蝶。好，来，脚弯曲，好，脚弯曲。四位同学，膝盖过脚趾，膝盖过脚趾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弯脚，膝盖过脚趾，重心往前倾，对对，所以你双手会抓高，把你的右脚先吸起来，哦，好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好，来，手一拎，把自己站起来。把你的右脚放进到挂布里面，跟你的左脚踩在一起，小心不要夹到布哈。哈哈，不尖叫了。这个真的安全吗，老师？可以的。来，双手抓高，让你的手肘靠近布幔，右手反手过来捞背后的布，右手边的布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拉出来这样子。右手。对，看着镜子哈，来看镜子看老师。我没有镜子。有了你。屁股让一下，屁股让一下，屁股让一下，让让去哪？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好，手拎着这个地方，手拎着这个地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我这边好晃，是因为我本身体重比较重吗？不要乱动就好了，不要乱动哈。对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的右脚伸出来，踩进去布里面。右脚伸出来，踩进去布里面。对，右脚伸出来，踩进去布里面。踩进去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好来。哦哦，好恐怖的感觉。哦，这个是 butterfly 吗？哦，左脚也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左脚不用动，这样吗，老师？对对对，然后还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脚打开，打开，往前，对，
来先看我一下哈。站上来之后，先找到布的边边。好，踩进来之后，手抓好，把你的脚直接打开来，然后慢慢可以往下坐。老师，你可以开这么开，我打结嘞，我卡住。对，往前站，左脚往前站一点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来，左脚再往前站一点，这样。好、okay、哦，这样子，对，很好。哎、欸，看蝴蝶，蝴蝶，这样子，你看我下来了。我在这镜子，真想换换。OK， 好。为什么你的哦讲交叉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最开是这样子、欸點點，对，很好。吴英姐，你腿好开哦。你可以等一下首先抓着头上两侧，你肩膀可以不用露出来，没有关系，直接脚打开就好了，身体往下滑。哎、欸，你们看我的筋其实蛮软的吧？伟哥，你也腿很开，不用露出来，好，屁股来往下坐就好了。小心后面夹住了。我的筋其实蛮软的吧？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臀部往前。好，有 ，OK， 对不对？好，成功。来，再往侧边、哦，往前踢的感觉，好往前踢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屁股再往下滑，再往下滑。屁股再往下滑。痛哦、对对对。哪里痛呢？老师，我腋下被这个这个绳子卡了。老师问我哪里痛，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。腋下会痛。没错。好，来吸气，脚夹起来，你往上就不会痛了。好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一关。好 ，OK。好，脚慢，再慢慢收回来。好，慢慢收回来。那你等一下呢？打开之后，你可以前后夹，就会变成蝴蝶了。哦、oh.。好，再试一次。来，好，手往上直，手抓好，哈、哦，再往上，对，很好，有，来往上，手直，手抓好。那你的肋骨往后缩，缩缩，对，对对，往后靠，是不是比较舒服？欸、好，脚合起来。哎、欸，关关，你还好吗？脚打开。我是拉筋。OK， 好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大腿用力夹起来，站好之后，把肩膀塞回去，手抓挂布，然后把你一只脚抽出来，站回地面上就可以了。肩膀塞回去，你已经在里面了，你没关系。OK， 对，直接脚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对对对，好来，脚离开，踩到地板上。欸、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下来了吗？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这个步的那个韧性真的很够 哦, 哦。这好难哦，下来了，逃回来了。下来了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舍不得下来，还有一个。还有第二个动作。对。好，我们做完第二个动作就可以。好。好。啊，结束了。再做一个动作就好，再学。好。其实感觉好像不用玩游戏。那我们随便抽一个吧。好，玩。好，一二三是哪一个？他选这个啊，一二三。你红的是那个小天鹅啊。我都可以。好，天鹅 ，OK。啊，好累啊。空中小天鹅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会不会录完就直接买课程了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也想。好，来来。空中小天鹅这个部分呢，我希望大家同学先看一下好了。好。嗯。好。谁放空？首先呢，你会把这个布挂在你的剑骨，就是低腰裤的这个位置，手轻轻推，然后身体往斜斜的往后，脚趾头再往前，慢慢的。接下来呢，你会双手抓高，膝盖吸上来，你会做一个倒挂。太难了，不会啦。往回勾，对，脚板回勾，勾好之后往上抓，脚赶快进洞，手往上再抓，停在这个地方。脚进，然后呢？哎，我怎么看不懂？到这里来，这样，然后脚进来，脚进来，没有没有，从里这样子侧进来，哪有？对 对, 对，来脚往内勾。老师，我可以放弃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？我会死掉。对，老师做这个动作还可以很温柔哎、欸，脚往内勾，膝盖脚，没有没有，脚进来，脚进来，脚膝盖进来，进来，好，然后往内勾，往内勾，对，然后往下压，手抓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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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掉了。哎，没有放开，没有放开。休息一下 ，OK， 这边已经到了，好，我到了。Okay, 接下来上来之后，手抓高，肩膀出，手回来、哦，让他绕一圈呐、啊。哇 ，OK OK， 哇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好厉害哦。好，回来之后慢慢下。老师，这个我必须放弃。来，手再抓高，直接手往上抓，对，有好，脚进来手。没关系，可以 OK， 往上抓，再往上抓，再往上抓。我要往啊，你要往脚趾头，正常的上去，来，好，往后，往前，啊，我脚啊，我大腿，往下，啊，手往上抓，手往上抓，我很大腿，脚往内收进去，因为这个一定会很紧的，手抓往上，再一点就到了，再往
下铲。脚好下铲。你这个没办法，你只有跪着摇。手抓肩膀，手抓好肩膀出来就好。你们不要吵，我听老师讲话。把自己往前，身体收住，把自己往前倾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脚打回勾，好，一只手放就好了。好，右脚弯曲，左脚踢直，对，屁股往后坐，反勾。好，这只脚往下。好 ，OK。然后慢慢的手往下滑，手往下滑。好，哎，来，屁股往进去一点。哇，好强，真的好，对，不简单。OK， 没关系。不容易耶。OK， 屁股卡住了。这就是户外的动作吗？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往上 ，OK， 没关系，直接下来吧。好，脚离开。OK， 好。哦，鬼鬼真的蛮屌的，我有在练啊，好厉害哦！老师淘汰我好不好？不行啊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我帮你来。不行啊，太等一下，今天有淘汰机制哦？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淘汰是要拿这个先。还有一个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打我，打我。还有没有别的可以玩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做一次吗？我们选一个，我们各选一个动作，然后做验收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动作。小天鹅，那个我刚已经做过了，很痛。那你们就选蝴蝶啊。不要，我要选嫦娥奔月。OK， 嫦娥奔月。嫦娥奔月感觉不会痛。那这个是要玩游戏的吗？不会痛，不会痛。真的吗？那你做乖乖，你要做蝴蝶啊。OK。乖乖，我选蝴蝶好了。蝴蝶简单。不要做蝴蝶，你们人生不要这么简单，好吗？好，都来了，我们就都做嘛。好，那我们到了没有？哎，这节目不是都来，这节目是人家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我来第二次嘛，那下个月可能又第三次。然后下一次我可能会加入他们主持群。有企图的，难怪你刚刚说你们三个是主持人。反正我也没有节目可以主持，我就来这里当主持人。我不觉得我们三个很搭吗？蛮酷的啊，老师。哎，乖乖。够够够够！啊！往后听。刚刚那一下，哎，刚刚那一下是这种感觉，鬼哥你感受一下，鬼哥。啊？听不到，腿太短。老师，对不起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好。那我们现在。好。没有啊，那他们两个先呐。好，你们两个。对了，来。蝴蝶组，来这边。来。那你不要问，你还是原本那里，对对对。现在就是你们在空中的时候的。你们现在你们要做蝴蝶，嫦娥奔月好了。嫦娥奔月怎么说？嫦娥奔月啊，好不好？老师教我们嫦娥奔月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好来，双手在布抓住你的挂，一样找到挂布的最边边。抱歉，刚刚没吃东西。对。吓死人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想要等一下再表演一下我。小天鹅的那个腿真的很痛哎。但是因为那个空中瑜伽就是要。就是帮你拉紧，然后让你那些就是感觉比较舒服，是吗？也算是一个拉筋，算是一种，好来，也不是拉筋啊，手对，就是大拇指扣好，四只手手捞，抓四指，血液循环，对，就是绷住，稍微促进那边的穴道，右脚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腿根不见了，老先生，抓四指，右脚，老先生，睡一下，膝盖下面抓松松。蛮好睡的，膝盖下面。黄先生有什么毛病啊？拉到后面屁股高。拉到。屁股要包住。对对对，然后又拿来把你的脚下面这个布抓松一点。你好可怕哦！从抓前面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从前面抓过来。黄先生已经睡着了。好来，左脚弯曲。哎，我右脚右脚盘腿一样。怎么了？两只手抓你的中间的挂布。好怕，等一下，手抓高一点。等一下，先看我，先看我。
但是你会把你的左脚放进奶瓜布里面往地板踩，往下踩，好。哇，再往地板踩，好，屁股来手推，屁股骨沟有布，哎、欸，什么？哎、欸，可以哈，来往后，对对对，很好，手轻轻推，还好，好嘞，手。来手推，然后嘞，手推手推呢？我要你那个裤裆那边方形的那个什么？好 ，OK， 这是麦呀，好麦，这是麦啦。说说你的什么形状？我操！现在还会再转一圈吗？然后转的不要乱加，我会偏右。我以为是，往左转。不是不是，我以为它是乐高，乐高。我还放乐高干嘛？反方向，反方向，从老师太右了呗。老师，倒往墙壁，然后从这边转，然后自由脚进洞踩进去。好，网友们疯狂留言说宋恩的手臂好壮。这样子。好，来再转一圈，哎、欸，脚踢直，左脚、右脚踢直，然后左脚进洞。好，来趴在哇，对，好 ，OK， 到这里来，哇，來左手往上抓，好，右手延伸，三五雷克、哦。老师，你不要袖手旁观，我来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你看这个动作，我的鸡鸡又被卡到了。先生，你偶像，你讲什么鸡鸡呀？然后再不可以这样讲话，要讲举球。对，而且我们没看到不算，让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真的卡到。我们九九卡到。哎、欸，老师，你说什么？再转一次。对，等一下，那你手抓高，然后这只脚再画一次进去。好，再画一次。对对对，你来上去，好，这脚轻直的跑来上来，然后胸口可以趴在你的。这一堂课下来，九九都不落音啊，不要卡到，不要卡到你的九九。好。好，左手好，左好，你的左手抓高，右手延伸。左手抓高，右手延伸。对对对，好，来脚趾往下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你们现在要念出关键字。七七谁？就是可以抢七七购物金的机会哦。对，例如说上面假设它是一个东西，你只能形容在哪里有。网友猜到，你们猜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伟恩挡住我了。有。别接哦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别接哦。你要形容他不能讲出来，会给网友猜到。两可以出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眼睛会闭着，然后有一些奇怪的行为。然后有的是大家集体一起做的，有一点悬，有一点微妙的一个悬力。来，两个字。闭着眼睛会闭着，有点像宗教仪式，走来走去。啊，一个那个噔噔噔噔噔。大家都在留皮卡丘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就睡着了。形容冥想，不是，不是冥想，阿龙哥，对，冥想。我三日，我三日，我的外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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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蓝狗，小蓝狗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小蓝狗，哎，先生，你不要太棒。三个字哦，三个字。第二题了，第二题了。三个字。鬼
这个地方来。好，所以现在要做蝴蝶吗？那我做荡秋千呢？好，来，好，到这里，然后来手抓高，然后脚踩进去。好，对，好来。好，动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到底有多少人在看我们在表演这一出这么愚蠢的？好，来，好来，两只手哦，好。我来看一下，对，然后往上哈，然后接下来脚往前，还有1300脚在踩前面一点，你蠢的，在这边踩，好 ，OK， 脚直接打开来，这1300个人算很中心 ，OK， 屁股往身体往后顶，没有关掉直播算是很不错。好来，我真的快发疯了，右脚伸出来哦，不要手不要动哦，好，踩进来，那我来倒个立好了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你把你肩膀露出来，翘进来。我不是倒蛤蜊，不是倒，我说倒蛤蜊，什么倒蛤蜊？这样子，哦，对，很好。另外一边，好来，倒蛤蜊，身体微微往前一点点，好，身体往前一点点，好 ，OK， 再往前，屁股往前突出，顶出去，对，顶出去，卡麦，好 ，OK， 可以了，现在脚打开，脚打开，身体往后，没有，我不会烧你啊，你打开，慢慢的往下滑，抓住靠近头两侧的挂布。好，你屁股你要往下坐一点，抓靠近，就是抓平胸边边的，抓边边。屁股不可以往后顶，手稍微轻轻放开一点点。好，对，这样，这个感觉好。接下来手再下来一点，屁股往下滑的感觉，对，要这样子。再靠，你走开，放松，不要跟我讲。打开回家，打开回家 ，OK， 很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要，你走开。打开，打开，开始。啊，两个字，就让我伪装嘴角怎么样？好，可以了，很明显了。你腿要打开。好。两个字。不是这首歌啊！我就让我伪装，答对了，小雨。三个字，抓什么？后面是一个动物。好，两个字。大哥哥好不好？带我去抓什么？鸡鸡。两个字是在那个很滑的，在水沟里面或者海水边溪边的，抓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不好，带我去，有了。等大家，等等，三个字一个动漫，然后呢是那个卢夫在那个船上面的。我要成为火影忍者。喊什么？我要成为，我们都在，找宝藏。答对了，沙里。哇，这是个成语，代表说他的行为表现很好，会吓到你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字很像鸡鸡，可是不是鸡鸡，它是另外一个，它是另外一个形容词。大吃鸡，大吃一惊。哇，真的吓到我了，这样。大吃一惊。我来形容一下，有一个动物，那个动物会飞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呢，很像一拉一个东西，那个动物就吓一跳，然后。就飞走了，但你太难了，不是大吃一惊哦，惊是第一个字。那个没有，那个动物就是会飞的啊。惊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一个怎么样？然后我拉了那个东西呢？呆若木。大，惊动机啊！对哦，好强啊！哎，老外呢的鬼日，就是每个月最可怕，就不要偶尔会遇到了，就是很衰的。头七。不是礼拜一，不是礼拜二，不是礼拜三，不是礼拜四，也不是礼拜六，也不是礼拜天。礼拜五，所以我讲完了，换一题。不行啊，浪费啊！就是他们十号星期五，我讲了十二再加一，我讲的就是一节，你们破坏这游戏啊！我讲的就是算十三号星期五，不是黑色星期五，不是。而且关少文都作弊，他脚这个脚是持续要一直，他一直关，我刚堵了他很久。这个好累哦，老师。好来吗？把自己拉起来，把自己拉起来。还有再一组吗？好，把自己拉起来。好，再广告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可以不要广告，继续再玩一次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嘉怡，欢迎来到嘉怡爆好康的时间。今天让嘉怡带大家来看看虾皮的 APP 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康。一样打开 APP 之后呢，看到这上方的地方呢，点开之后超级品牌日有非常多很棒的美妆品牌，包括了像是 L'Oreal、 Maybelline 还有 NYX， 爆品低到了33块钱，而且最高再省的是580元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？包括了这三个，是下单就会抽气泡水机一名，而且这市价可是高达6500块钱，以及下单可以赠 NYX
NYX 的控前妆、控油妆前乳，以及 NYX 单件八八折，三件再八折。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。好，另外呢，今天的神剧有哪些呢？记得要赶快领取起来，以及24小时的倒数是今天限定，有非常多的美妆品牌。好，这是 Maybelline 的保湿妆前乳，已经抢购一空，因为真的很便宜，只要33块钱。另外呢，还有像这样持色纯露啊、控油的妆前乳，都还可以，记得提醒我把它抢起来哦。而另外呢，每个时间点包括了凌晨0点、10点、3点、8点，通通都有不同的好康。另外呢，抢领券结账还可以再折，以及 L'Oreal 的秒杀明星法哟。如果你想要有这个秀法的话，记得也要赶快抢起来。好，还有什么样的好康呢？继续看到的是虾皮尬电节来了。好，一样呢，我们会提供的是三大的保证，包括了15天的鉴赏期啊，维修保固超放心，以及商城的卖家是假一赔二，以及呢，我们会推出的是好傻的千万应援金。另外，我们也找来浩浩来办活动哦，双品牌的尬券。至于要怎么参加呢？活动说明这个地方记得赶快把它点起来。另外呢，双品牌尬券当然就是最优惠要拿出来，这是品牌的面子呢。所以呢，好康优惠就是受惠于我们，记得要领起来。还有双品牌尬店还有什么样的好康优惠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品牌都已经帮大家整理了，像是热销的必败商品啊，以及像这样最强的新品抢购啊，还有像是大品牌品牌保护的大比拼，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买到电器品牌最怕的就是哦，如果坏掉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也是提供了保护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好，另外呢是八八真男人节，有机会可以抽机车，听到这句是不是要赶快把它点起来。好，虾币的背诵卷在这里，以及真男人节的午夜快闪，还有真男人节的限定，以及最强单品的下杀预告，没有错，你看到这些都是男生有可能会用到的。好，继续看到了还有什么，八八真男人节的梦幻一瓶，哇，这看起来 LEGO 421，哇，这车看起来超棒的，以及像这样的优惠也通通都要领起来。还有最重要的是每天的活动日历，有什么样的品牌，有没有你喜欢的品牌，以及刚才嘉怡提到最重要的是下单就有机会可以抽三洋机车，是八八节。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，当然就打开虾皮的 APP 来看看咯。好，另外呢，其实有在看虾皮直播的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其实虾皮的直播非常的精彩，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聊聊大明星，本周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直播呢？虾皮直播 Live 把它点开来之后呢，来看一下，在7月29号的中午12点是我们的阅读节哦，看书才能当虾编啦，我们的虾编非常有创意，阅读节的书单不常思，而嘉怡呢当然也在阅读节里面哦，虽然我不会上直播，但是呢嘉怡也是有一些书单可以分享给大家，之后呢也是会有书可以开给大家。另外呢，来到的是7月29号的晚上7点钟，虾皮娱乐线又来了。本周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偶像台语大挑战，要跟罗雀一起高飞了。另外呢，来到礼拜五，又是每周五嘉怡好朋友的时间。这个礼拜五呢，嘉怡要跟高高编带大家一起去运动博览会运动。好，好康优惠直播，记得要锁定虾皮的 APP 哦。这就是本周的嘉怡爆好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Acer 原厂认证零组件，零元升级，通通不加价。打开虾皮购物 APP， 搜寻 Acer， 并进入活动专页，依照您的需求选择想要购买的笔电，购买虾皮独家规格 Acer 笔电，还能帮你额外升级哦。属于你的个人化笔电就完成啦，笔电本体及零组件皆享原厂2年保固。赶快上虾皮购物的 Acer 活动专页，笔电零元升级，通通。其实呢，哎，老师在吗？老师，老师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来坐中间。我们还要问一下哦，其实今天呢，这些动作呢，都是难容易度高的还是低的呢？就是初阶啊。我们刚刚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初阶的，很难的，双手都是酸的，其实蛮累的，我这条都是酸的。我们都是第一次玩，你也是第一次玩，第一次。但鬼鬼呢，其实今天真的表现得不错，对。但我们还是要这个请老师礼貌性问一下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礼貌性问一下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表现得蛮好的，对。可是我们还是要问老师，请问一下今天的最有价值运动员是如果硬要讲价值，我觉得可能是你。没有啊，就是你今天表现最好的、啊。我觉得当然是我，我当然都要破掉哎、欸。超有价值，超有价值的啦！今天最具影响力。
动耶。我们稍微声量，声量，声量，对，声量最高。因为这边我们有别麦，对，他们听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先问一句，今天觉得谁最吵？好，一二三，听。以后我要来不用别麦哦。我跟他 share 一个麦哦。好，老师，你觉得我们今天谁表现最好？对，就也其实。也选不太出来了，也不用选，大家都觉得很难选吧？就是鬼鬼啦，鬼鬼表现那么好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勇气都很不要硬选，虽然我觉得我表现好，大家看得见。对。但我们要选一些大家比较看不见、表现好的。初选先不要选我好，反正我777购物金是有了。是是是。所以我也有777嘛，对不对？要鬼鬼，鬼鬼就是一个不藏私的人，他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他要得到的了以后，他是不会贪心的。所以我再选另外一个人。对，就三个男的选一个，不要选我，因为我觉得选我并不荣耀，因为我是曾经学过的人。哦，不公平是不是？这个荣耀感我不需要。我的天哪，老师，真是尊贵的狮子座。老师，你选谁嘞？老师，我蛋蛋真的差点破。好了，我们不想知道你有没有破，不然就是真的要给我们看。没有，老师，我骗你的，我说谎的，我说谎的。奇怪，经纪人呢？掏蛋壳就好。好，老师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我觉得关关不错。谢谢老师。我不想请问老师选他有一个，他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当他觉得紧张或害怕的时候，他没有乱动。哦，他是动弹不得。但是等我，他有 cue 我，那老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他动弹不得。对，所以动不了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不会造成意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。Okay. 所以我要奖励一下。不是因为他一掉下来地板会震很大，所以当然就不动啊。会往下穿。对。啪啪啪啪啪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一人问一题，然后我们就会送上拍立得。是，第一个幸运的观众，他就是 A N N A H U， 他问说韦恩，如果演出舞台剧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有没有一个人在家疏解压力的方法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今天我跟你讲啊，我其实今天长睁眼，然后三个工作，那工作又只能排在所有排练之间休息的时候。嗯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也是。而且我口角炎刚好。口角炎，口角炎，嘴巴，对，真的压力太大了。那你喉咙怎么没？喉咙怎么没受伤啊？因为我觉得音量大啊。哦，因为我们真的想让你喉咙也受伤哎、欸。我的，不是现在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纾解压力的方法、啊？纾解压力，运动，嗯，然后吃。OK， 你身材蛮好的哎、欸，你平常是有在健身对不对？就是尽量维持。他有预告，有可能想拍写真集啊。哎呦，但是目前还没有。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哎呦，吓一跳！这什么意思？吓一跳！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抓女明星的手了？对啊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，他太像男生了啦，好奇怪哦。对啊，怎么会突然间抓女明星的手？而且这他也没有讲话哦。对，他就这样。不是你抓错，哇，这个好软哦。可是我的也是偏软。不是不是，用力用力。你哦，硬。因为是你这样啊，观众是没法感受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要再叫我唠了啦，没办法感受。他好晃，他好晃，哎，今天他是我没失控吧？对啊，你要先起来让大家感受。我先检查一下，我先检查。你上次在交心食堂明明就看过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节目剩下一分钟了哈。好，最后一题，不能延长吗？不行，后面有别的节目。下面你家开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不要买下来啊 ？A N Y U 九一，他想问鬼鬼在沙漠人跳里面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嘞？最辛苦的地方呢？大家都在笑，我不能笑，我要板着一张脸，我一直都在哭。是，对，因为你的角色很沉重啊。对，就是跟大家想象中的我是有点完全不一样的。嗯、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，有没有哪一句台词？词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，可能就一两句话，或例如说一个情绪，那是很难的这样子。有一句你是演乌鸦的部分吗？我们先谢谢郑文。我觉得有一句台词是在讲说，人生就是
人生就像这个舞台一样，就是发生过，就像这空荡荡的舞台一样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因为我们有一个片段是全部会裸台，就是会裸到最底的那种，就是所以会在讲在道尽人生这件事情，人生最终就会像这个舞台一样，曲终人散。是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人生哲理。对，就是人生就是最后就是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一定要把握当下，人走茶凉。而且听他讲淡淡的讲的那几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会想哭的，因为你刚刚淡淡有一点我的淡淡OK 没事。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比较安静的寿恩的话，也可以欢迎大家到剧场里面看。对对对，我绝对非常安静。好嘞，恭喜我们今天的幸运朋友。这两个账号你们可以私讯我们，然后你们会获得他们两位的签名拍立得。那如果说你们今天有准时锁定这个节目，记得要去参加沙小编的动态抢，有机会可以把 Esther 带回家。谢谢鬼哥还有宋伟啊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